是一样。嗯。三。二。一。Surprise。结婚前，我想给你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我笃定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那我这辈子只能跟着你了。记住，我对你好，都听你的。伯母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快到了吗？现在我已经把阿四找回来了，我也劝他了，叫他不要这么任性冲动。我劝你对阿四还是死心吧。山菜，你怎么了？道明寺不会来了。现在开始，任何人问起阿四的事，就说不知道。你不担心阿四出事吗？这是伯母的拖延策略，他在拖延时间。拖延时间？他想干什么？不管他是怎么想的，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应该是先把阿四找出来。谁？明晚十点，淘宝《流星花园》大结局前。